我现在来介绍的是一元二次方程式。那么如果说的话呢，我们要对于一元二次方程式它的这个这个情况的话呢，能够比较了解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函数的方式来来解释。我们把这个等于零，等于零就是方程式。如果这个等于零拿掉呢，它就是一个抛物线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，假设把这个零拿掉的话呢？ 这个抛物线的话呢，它可能是一个开口向上的，也可能是我们看下一张图，它也可能是开口向下的。像这种情况的话呢，就是这两种状况，不是开口向上，就是开口向下。那么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一元二次方程式它是有可能会有三种状况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。 现在的话呢，我们以顶点来看，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拿掉不要等于零的话呢，这个是一个抛物线。那么抛物线的话呢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知道它的顶点坐标是二 a 分之负 b，四 a 分之四 ac 减 b 平方，这是它的顶点的坐标哦。那么我们要解释的是什么呢？是解释的是说，这个抛物线跟这个 x 轴。 如果说它是有交点，代表的是它的根，也就是说有交点就代表有根。如果交了点交了两个，那代表是两个根，所以它最多也只有两个根，也有可能刚好相切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况。恰有一实根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这个抛物线它的顶点刚好落在上面，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那个顶点的话呢是二 a 分之。 负 b，它这个是 x 坐标，四 a 分之四 ac 减 b 平方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呢，代表的是 y，它的顶点的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 y 等于零，也就是什么呢？各位同学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我们 b 平方减四 ac，我们称为判别式。如果说它是等于零，代表它刚刚好。 只有一个实根，也就是所谓的重根。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二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的话呢，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它是有两个交点。两个交点的话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代表的是它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b 平方减 4ac，4a 分之 4ac 减 b 平方的话呢，它是在下面的，y 是小于0的。 这个是小于零，这个是上开，a 是大于零，所以的话呢，b 平方减 4ac 怎么样呢？这个情况的话呢是正的，只要是判别式是正的，代表它有两个根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呢是它没有根，没有根代表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这个顶点坐标啊是正的，它根本就没有根。 它 x 轴之上就对了。它的话呢，y 是永远是正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说这里是永远是正的，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b 平方，也就是 4ac 减 b 平方是小于0的，b 平方减 4ac 是小于0，也就是所谓的判别式比0还小。那么它就完全没有实根，它的图形就跟 x 轴没有交点。